好，咁今日咧，陈师傅介绍呢、这个经锣鼓，咁啊，请佢咧解释一下何为经锣鼓咧？经锣鼓咧就一般咧都系喺一啲喺武场嘅出战啊，或者咩嘅用嘅。系。咁佢系好多时系借用咗我哋京班嘅锣鼓，哦。咁所以咧就用细啲嘅歌，我哋叫高京。经嗯。锣鼓都有分三种，嗯，就系譬如低鼓咧，就系稍为文场气一啲嘅，嗯，一啲叫中鼓咧，就系普通嘅粤曲啊或者系，粤剧用嘅。嗯，经锣鼓咧，一定系武场噶啦，哦，系咁嘅。即系打噶啦，就好啊。咁啊，刚才嗰段咧就系经锣鼓，咁我哋下一段咧就表演另外一种咯，系啊，就啊系锣一鼓啦。大锣鼓，咁一阵间咧。请大家咧留意啦吓。鼓咧啊，师傅。手板系一个喺内场里边唱嘅，咁跟住再打落嚟嗰一个咧就系叫锣边巴，一般系嗰啲元帅啊，或者出战啊，或者系一个好紧急嘅情况之下，要出场嘅。咁喺。大戏里边咧，粤剧嘅大戏里边咧，边啲戏咧，经常会应用到呢种锣鼓咧？好多时喺提师出战啊，或者系上去金殿陈情啊，哦，好简单，帝女花都哦，有一个锣边花嘅，系，不过佢就文场啲，嗯，就唔使走晒全个，呢个系嗯，全个嘅锣边花嘅锣鼓。哦，咁样。咁嗱，我哋又学到嘢啦，咁一阵咧，我哋再介绍另一种锣鼓俾大家识下。好熟啊！呢对锣鼓，哈哈，系啊，呢段锣鼓咧就系、譬如跟有啲我哋先打入场嘅锣鼓之后，跟住就高中又好啊，或者系哦高中，咁呢个中版嘅大撞点锣鼓，即系状元出场咯。如果高中就系、是、官都得，唔使定唔一定状元嘅，官都得，咁啊，所以好成日听到呢段啦。系啊，呢个中版嘅，中版叫大撞点。哦，大撞点咧就系、是、大官出场，唔系一定大官，系唱中版，唱中版出场，一阵你边表演出嚟呢、这个，一阵下一个表演系咪？好啊好啊，咁啊又嚟结束先啊。